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介庙在清雍正元年的南瑶宫香火鼎盛，总统蔡英文大年初三上午前往祈福，在县长魏明谷以及身兼南瑶宫主委邱建副市长等人陪同下，共同祈求主祀神明天上圣母庇佑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并祈愿所有乡亲狗年吉祥如意、大吉大利过好年。蔡总统并发送福袋，祝福所有人在新春有好彩头，2018未来一起打拼，幸福共好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。